太平的 Freezer， 这边是Freezer 的一间工厂制造这个矿泉水的，那么这边是他的餐厅，那我也是第一次过来，因为今天天气就没什么好，下着毛毛细雨，走，我们进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吃。哇，这时段就是外面的人用餐也是特别的好，完全没有味。好吧，也只能去餐厅里面看看，应该还有位置坐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哇，这冷气还真的是冷。进到雷这边是超级冷的，这边冷气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吧。看一下这些镜子，这环境不错，只是室外刚刚看了一下是没有位置坐的，所以只能够选择室内。吃完了才去外面逛一逛，因为他这边除了是一个制造这个矿泉水的工厂，然后他的周围其实是有一个 park 的，好像 garden 是可以给你去走走看看，好像公园，类似公园这个样子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吃饱了去看看，外面已经有位置了，等他换来外面坐，因为里面实在是太冷，冷到我发抖。还是一直下着雨，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流。水是非常清澈的。河里还养了非常多的鱼。不懂是什么鱼，乍看之下好像是鲤鱼。哇，这么多猴子，三五成群的，正玩的尽兴呢。这么说来，前面可能是一个小森林。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场，还打印上 Spitzer 的字体。这边去他的 park 走走看看一下，你好像是停了。进入这个 Spitzer Eco Park， 前面这个步道非常的特别，有火车的轨道。刚看了一下告示牌，如果走到前方出口，这个步道应该有216步。这里如果是进来这个 Garden 的话，这个 Park 的话是不收费的，除了你是需要玩这些 Mini Golf 打 Golf 的，那么他们可能要收一些费用。具体的话可以在他网站查询一下，我本身就没有去问他的价钱是多少，因为我们也只是过来这边 garden 走走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过来。这种大自然环境其实是非常享受的，而且也能放松我们的心情啊，所以
在泰平的朋友们，或者是你们有到泰平来的话，不妨来这个 Spitzer 的 Eco Park 参观一下。对，环境确实是蛮舒服的。虽说今天是星期六，但是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地方其实是停车场来的，周围都没有车，应该是下雨的原因。现在也是只有下午的两点多罢了，傍晚可能会陆陆续续会更多车进来这边吧。对面就是 Spitzer 的工厂。这里面就是打golf的地方了， Mini Hole 18 Hole Mini Golf Anyone can play， 这可能是需要给费用的。这边就是刚刚我们进入 STG 餐厅的大门口了。据说这个 Spitzer 工厂旁边有个很大的湖，是不对外开放的，所以只能用无人机带大家看看吧。非常大的一片湖，有如一片镜子般。这就是刚才我们走过的停车场。而且旁边也保留着一个小小的森林。SDG 餐厅就在森林的旁边，所以坐在 SDG 餐厅室外用餐确实是非常享受的。好了，最后也不忘分享 SDG 餐厅的菜单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妨订阅、按赞并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